高端智能马桶更换翻盖自动阻尼。Intelligence toilet replaces the cover automatic damping。注意，拆机前请先断水断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第一步，打开座盖和座圈，用尖针将两个橡胶堵头挑出。并用十字螺丝刀拧出两颗固定螺丝。第二步，拿住座圈向上微微抬起，用手掌将上盖向后轻拍，使其后端卡扣拖出来。第三步，将上盖放置好，将上盖部分与主板连接的插头拔掉后移开上盖。第四步，将上盖放置好，剪掉扎带，拧掉阻尼上的固定螺丝，解开缠绕管。第五步，将阻尼微微抬起，插销一端用螺丝刀稍微撬一下，使阻尼拖出来。第六步，拿取新的阻尼，将阻尼轴插回到孔中。然后转动阻尼，使其螺丝孔对齐。然后将螺丝锁回去，并将电线用扎带缠绕管捆扎好。第七步，将整机上盖放置在底座上方，将上盖上的插头插到主控板相应插座上。然后将上盖放置到位，前端螺丝锁回去，堵头堵回去。